回端排气管，现在目前已经开孔的部分已经做好了，要来安装的是阿玛60口径的阀门，真空式的电子阀门。现在后方排放的部分也都组合完成，我待会要来烧焊在这个后筒的侧边哦，做下排下排的样式。另外回事回原本是做朝下，现在改直，以及毛杆来做切割。目前阀门为关闭的状态。好，阀门开。阀门关，阀门开。